开始。二月十三最新的第三篇章奥尔特米斯，它有一些更新活动，纪念一加一的活动，25号开始到这个二月中，你完成以下的游戏内容，它的奖励呢就是两倍，就是一加一。别的游戏可能有什么升级一加一，我们这边是什么奖励一加一。我这个流派呢，你们知道是什么流派吗？你们看到我的技能图表，你们知道吗？不是。旋风斩加闪电连锁，不是，不是毒火花，不是，你以为这么简单？我的流派呢是这个旋风毒火花。哎呦，我觉得怪有点硬哎，主播可以加加吗？可以啊。哎，我要怎么样让你加啊？这个流派呢，那时候研究了一下，从头到尾呢就是一直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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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了转的之外呢，还是一直转。而且我知道哦，你邀请我是不是？这个黑服你，哇塞，100等啊，大哥！为什么感觉你那么帅，我那么丑？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！你这个是什么流派啦？为什么跟我差这么多？感觉负责捡东西就好了。不行啊，我不喜欢给人家带的那种感觉啊，我喜欢带人家。没有，我很懒，我也不喜欢带人家。好，这应该是前面的第一只的那个 boss， 他好像说几只，7只还是9只？哇塞，这个是几个头？1、2、3，3个头。英库博，哎，看起来挺没料的。哎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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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哎，很有料。我是小看他了吗？哦，这个要扭一下，这个要躲。他打人还是挺痛的哎。嗯。嗯，死了。OK， 倒地。哎，不是哎，说真的，我刚刚玩的那个也是一般的模式哎，我没有玩困难的，就是他的那个挑战模式哎，挑战好像只能自己一个人，不能找大腿来帮你。OK， 接下来下一个阶段，兄弟们可以出发了。他这一次改版主要是因为他出了一些比较难的难度吧，有史以来最难的一个难度，最难的裴勒将军。这是第二只 boss， 哦呦，看来这一次的那个 boss 都是很多个头的哦。哎，会痛哎，我们不要靠近好了，我们这样子好了。哎，其实我还是闪一下技能，我是不会死的。我主要 damage 就是这个毒啊。OK， 搞定了。这游戏呢，它比较特别一点的就是有符文啊，要自己去搭配啊。旋风斩呢，你就可以搭配很多招不同的旋风斩，比如说有雷的、有毒的，对，还有一些有的没的都可以去搭配。每一种技能都有不同的搭配。这一只吗？我躲下他的招好了，可是他感觉不怎么痛哎，他打才四哎。我跟那个黑服你的伤害是差多少啊？他为什么一下快就死了？这样子我们打完这一只应该就过了差不多1/3了吧，因为他们说总共8只 boss， 那我们过了3只，差不多1/3。其实有人带真的好快啊，我不喜欢给人家带的那种感觉啊。这一只会太阳拳吗？好，我来看一下这个闪招哦。我只要一直走位闪招就可以了。哇塞，欸，真的看不到哎，欸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哎，
没关系，原地复活。好，搞定了。欸，其实如果我们在挑战难度，它这些招式的机制可能是很难过的。欸，普通模式跟这个挑战级的难度，伤害变高，血量变多，好，所以让难度呢大大提升。刚刚我们在影片上有看到那个卡斯波尔的大魔法师，哦，要组八个人才能去打。哦，队长给你啊，哦，好啊，队长给你。你是哪一个 ？F 你是不是？好，队长给你。他是刀光吗？哦。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不是嘛？没有看清楚嘛？我只有看到这个汪宝斗黑，没有看到刀光这两个字啊。没有白嫖人家一小时啊，我们是 boss 是由我在打的，我们这个叫做分工合作啊。他带路清小怪，我负责打 boss， 虽然 boss 他来也可以。好，那我是不是来这边做人家的累赘啊？哦，对对对，这个我有在那个，我在那个里面看到，很有趣，很有趣。我们乖乖的，我们就闪招就可以了。嗨，怎么一直有人？我怎么听到一直有人在阴阳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OK 可以了。体验完了对不对？体验完了对不对？我们这队是干嘛的？是不是他们都还会想再继续吗？东大特奇 OK 撤了。我还不错吧，我很慢死。欸，虽然我一直躲在旁边不懂机制，打三天三夜没事。那个我跟你讲，这种东西呢就是啊，前人那个叫什么，前人什么，后人乘凉啊，前人推副本，后人乘凉，到时候我们好好的去乘凉就可以了。他说还有这个混沌副本，他的那个难度呢比普通模式更难，最终的难度新版本，新的 boss， 新的怪物，新的剧情，当然一定会有新的技能嘛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符文连接啊，你可以创造出一些新的这个流派。这样聊天室的有喜欢这款的呢，可以打这个惊叹号下载，然后呢去下载一下这一款2月13。然后呢，它是免费的游戏哦。对，就先介绍到这边。